上海饭局和北京饭局完全不一样。是，上海不一样。上海的饭局，比如说我去上海，我想通过您找道长，吃顿饭，那你肯定当时说我问一问，然后问问他，然后说哪天有时间，然后这个就成了。当场不会答应你。对，北京的饭局是这样的啊，他不让拍这个麦嘛，就是。闻到我熟啊！昨天我还跟他在一起，我让他什么时候来上？跟他说，就叫他立刻来，立刻行，你来吧，来吧，对，来了，发现说，哎呦我操，今天太不巧了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个局，要不然咱们要吃到3点钟以后他能参加。说他明天太像了，第二天太像了，第二天发现还没来，说今天他病了，确实不能来。说你还能再等一天吗？再等一天，我肯定给你约来。第三天往那一坐，说：“哎，梁文道多傻呀，你为什么要跟他去？”在这北京的。